我一拿到起跑架的时候，就在虚线的位置，两个交站的距离，脚后跟一定要靠。在量到第一个的时候，这就是你前到脚的位置，来再来，然后再量一个拳头的宽度，拳头，两个拳头的宽度，在这边，一定要在第一根的后面。那我们就往旁边走。好，这样。在裁判还预备之前，可以先试跑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动作。先蹲着。在进去的时候，我们要从后面跺脚，跺脚先，比较后面的脚先踏，再来就是前面的。好了，可以自己在心中默数。鸣枪的动作，然后第一次试跑，如果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的话，那就可以在后面准备裁判的指示了。再见，再蹲下一次。屁股一定要翘高，然后走，看前面，看这边，然后推蹬的时候是两只脚一起出力，后面那脚带起来，来，我们来试一次，预备 ，Go。各位，那我们餐馆二位数男的解说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